同事们，今天我们要干一件事情，你不要捂着脸笑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要测速一下这台后，安卓系统的计时手机，跟这一台 iPhone 数手机，它是用的是 iOS 系统哈，哪一台比较牛逼？但是我们怎么测速呢？我们要用这两台手机的嘴瓢的能力哦，来测速它。来，神经病！有没有？我告诉你，一台手机的好跟不好，啊，不单单体现在它的软件上面，还要看它的流线型功能怎么样。啊，你看，这么大屏，小心，手机不要掉下去，掉到水里面捞不上来。我跟你讲，啊 ，iOS 系统牛逼，还是安卓系统牛逼？我们今天就来验证一下，软件跟硬件差别在哪里？来，我们先扔的是iPhone 数，你真的要扔？废话，你小心不要掉下去，手机掉水里面。iOS 哈 ，iPhone 数哈，看好了，来数着哈，好好数，来往前面拍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，这么多个！哎，看好六下哈，4公里真的热啊！六下哈，来，现在是这台安卓的哈，来，准备数好哈，来，4公，我靠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明明那个计时它比较流畅型，为什么才一下 ？iPhone 数打了7下。妈，那手机不是你的白痴、这个东西我跟你讲，这个就需要专业人士去研究。啊，那我们就完蛋了，完蛋了、啊、我们就是普通用户了。普通用户，我不管他为什么，我只知道 iPhone 数打了7下，啊，计时才2下，就这样子了，再见。